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！啊，再来，忘记了，我知道这句话。今天要去爬阿里山了、啊？没有啊，我们今天要吃阿里山火鸡肉饭。哦，这一间呢是我在嘉义的朋友叫做中佑介绍的、嗯。啊，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就怪他头上。没有啦，他说好吃，我们就相信，因为他在地人呐、啊。我们来试试看吧，走。生意蛮好的。没错。这个，打算要点什么、啊？饭全叫。可是你好像一个白饭还没叫哎、欸。我们这些饭都叫了啦，好不好？白饭就不用了，因为里面就有饭。苦瓜汤来一个，现在天气那么热。它有标示一个无锅鱼、欸，后来才新增的、欸。无锅鱼哪里？最右边贴上去贴纸的那个、啊。这个，真的哎、欸，帮叫一只好不好？啊，试试看呢、啊。荷包蛋是不是在跟火鸡饭这样打开？好像是哦。那来三颗好不好？好，那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啦。这些饭那么多，啊，加三颗蛋，又有汤。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说那么好吃的阿里山鸡肉饭，那确实生意很好了，真的客满。客满的。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只有两组，瞬间就满了，因为现在，六点多七点，正在吃饭时间。吃饱一点，等一下爬阿里山呢。那么晚去爬，跟你去爬吧。来，我们先吃鸡肉饭，上面有鸡油哦。你看，拌一拌才好吃。拌一下，拌一下。他们说他们是老店。做事实在，这家味道很够啊，很够。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来嘉义吃过，目前吃下来嘉义的火鸡肉饭随便吃都还挺好吃的。它的咸度没那么咸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味道哎，我觉得是油葱酥。哦，它的咸度没那么咸，但是油葱酥的味道蛮香的，也算蛮有特色的。火鸡肉片，肉比较大的。对，鸡肉泡到饭里面，它的鸡肉刚刚吃火鸡肉饭都很香了，更何况配这个鸡肉片。加蛋吗？这个比较好吃，火鸡肉片好吃哎 ，Number One， 虽然没有到很半生熟，大概七分熟，还是有点狗狗的蛋黄浆。这超好吃的，我给你喝点。我先吃瘦的，瘦的这么瘦，肥的好吃吗？还没吃到，这是肥的好吃，但是真的有够肥，不够肥还不过瘾。我是说，我邀你进来了，我是我进来，你要我去干什么？吃猪脚配个苦瓜汤，几个腻一下，来你喝看。这家苦瓜算蛮多，而且便宜啊。是啊，猪大神版吧。
它苦瓜汤有点苦哎、欸。那我一定很爱。人生都够苦了，再来点苦好了。刚好而已。嗯。不差这么一点。嗯。苦啊！真的苦哦！真的苦啊！连那个汤都是苦的。不是我的错觉。这排骨饭上餐时间是最久的，因为它可能还在做。哇，它排骨饭很好吃哎！哎，我们叫很多饭瞬间饱起来了哈，嗯，都很撑的。你们还有什么呢？要更好，来来来，它这乌锅鱼70块是小只的。不贵也 OK 啊，价钱也不贵，70块。还是要卤的乌龟鱼，其实味道也不错哎。我很想要拿那个鱼汤去标分，会很香的。嗯。那你可以标一点过去啊。有标了。啊，标了。你可以标啊，好吃哦。瞬间吃一吃，八肚肚，重点是好吃啊！我觉得我来嘉义，我还会再来吃哎、欸，有一定的实力哎、欸。那嘉义的随便一家都很好吃的。对，火鸡肉饭我们大概吃个3间吧，都好吃。其实有问过在地人，他们说其实味道都差不多啦。对，那主要就感觉环境上你喜欢哪一个这样子。嗯，像这一间是有冷气吹，环境算蛮干净的。那我们之前去吃的那个大董，它没有冷气，可是它便宜。对，啊，好吃度其实差不多，就是看你的习性啊。你喜欢有冷气吹的，有人觉得便宜就好，也是 OK， 各有千秋啦，好吧？那这一间都介绍给大家，来这边记得点一下火鸡肉片饭，我觉得相当好吃。那这一间都介绍给大家，那我们影片结束了哦，爽就订阅，持续关注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